陈晓送陈妍希生日礼物，陈妍希发文致谢，网友狗粮一盆。近日，陈妍希微博发文并晒出陈晓送的生日礼物，是陈妍希想要的那个梦游娃娃，网友表示狗粮一盆。陈妍希不仅晒出礼物，更重要的是陈晓和陈妍希的合照才是一大亮点，可见是陈妍希非常的暖心回应。陈妍希与陈晓从恋爱到结婚生子，再到如今，在很多离婚以及分手风波中，二人算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，不温不火。2014年陈妍希饰演的《神雕侠侣》使得网友呼声很高，在网友心中小龙女是个清新脱俗很瘦的形象，而陈妍希饰演的网友表示像包子更像哪吒。尽管这样，她还是凭借自己率真甜美动人的形象获得了观众的称赞。你看过哪些她的作品？欢迎评论。